其实我是开一个贵族，他把皮给你把摄像头对着我就好了。然后如果我跳舞裙子转起来的时候，你就把摄像头挡住，这样子。我说我周一要去拍视频，拍摄，拍一天，要早上拍到晚上，拍圣诞节的舞蹈，得拍6个小时。我要录圣诞节的舞蹈，但是我又不是很想剧透，我又不是很想剧透。差3个爪爪，好像。
成呢？三星是1333年度星官。估计得六匹的鸟，我要算一下，五星了，哦，就五星了。活动礼物人数，我要开个商店室。我先把这个礼物人数过了吧。一个星光卡牌子，兄弟们。大家帮忙送一下一个星光，我们过个人头可以卡牌子一个星光。
搜索山下新密。这个是北极哥哥吧？啊，不是，啊，是北极哥哥，没记错。结尾 K 哥说要去帮你报仇，但是他看到主播跟我不是一个赛道的。是北极哥哥呀，哦，我问一下，我帮你问一下，这个主播跟我，让子帮我开骑士，开不开？让子，我给你。还打吗？我们要不把这个六星和七星过了，然后留四个 PK 掉，怎么样？可以不？还是说这个我们留着明天打，明天打也可以。我看你嘞，我这个都行。我建议啊。我建议再打一把，然后留五个 PK 掉应该够了，打呀，打，2333。
名了。如果进20名，百位要叫我一声妈妈。他说的。我哥哥要星光在大活动，谢谢玉火哥哥学费。看一下。